上来。是什么让他如此崩溃？前两天带秀妹俩去商场玩，因为没有给妹妹带纸尿裤，于是发生了一点突发情况。之后我跟爸爸决定把哥哥先留在这里，一起带他下去处理。然而我们刚走进电梯，妹妹就开始崩溃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要有哥哥，我们去换个纸尿裤再上来。妹妹，一路上我们都在跟他解释没有抛下哥哥，然而他完全听不进去。后来我发现他在四处张望，想要努力地记住这周围的一切。妹妹好哭哭去。狂风吹起来，吹起来，脚步马卡，风吹着我向你跑来。